的是我们手腕的延展与放松。首先，我们透过第一个动作来感觉一下我们的手腕的松紧度。我们将双手向前伸直，将你的手掌往回扣，再向下压，重复个三次。在动作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感觉一下你的手腕是右边比较紧呢，还是左边比较紧？透过刚刚的觉察，我们现在要来做的是手腕的延展。我们将一只手向前伸直，另外一只手将我们的手掌往回扳，加压一下，停留三个呼吸。好，再向下，也在动作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依照个人的状态来做一些调整。要记得换边哦。最后我们要来做一个连续动作，来灵活一下我们的手腕。我们先将单手的手掌朝天，将你的小拇指向肚子的方向往内慢慢的旋转，你的手指头一只一只的慢慢接上朝天，再换边，配上你的呼吸，吐气，吸气，往上，吐气。最后做双手。在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感觉一下我们手指头的末梢